武汉李文亮医生去世所引发的愤怒情绪仍然没有平息，普通民众大骂中共之外，大陆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也联名发声，呼吁把2月6号定为全民真话日，并要求中共停止舆论审查和封锁，进行全面的政治变革。因率先披露武汉疫情信息而遭中共当局封口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于2月6日晚去世，引发很多中国人的愤怒。人们纷纷在网上发帖留言，谴责中共打压言论、隐瞒疫情。微博上还一度罕见地出现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标签。作为中国人，当然谁都希望有言论自由啊！尤其是这次武汉的疫情，如果李文亮医生那时候发出来政府不是控制，而是重视，那么现在就不会发展到这样子，就不会死这么多。你待在家里边。这个季节这种防控措施你也上不了街，你的情绪的宣泄和你对这种伤害的不满和反击，那就通过网络爆发出来嘛。我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言论自由，这些真的是每个人的心里话了。8号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封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独立学者校属郭飞雄等人签署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信。公开信指出，李文亮是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牺牲者，中共政府完全置百姓的生命于不顾，竭力掩盖真相，致使新冠病毒急剧扩散，亿万中国人陷入隔离和恐惧，全民被软禁，社会经济陷于停顿，而这一切都是压制言论的代价。直至今日，中共政府仍然防民之口重于防疫。对于一个专制政府而言，这是他们处理这个事件的一贯的作风，就像当年的 SARS， 所以我们也毫不意外。其实言论自由的话，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当局处理这类事件的一贯的做派，是他们这个体制的固有的一个惯性造成的。公开信提出了五大诉求，包括把2月6号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要求中共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立即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问题等。去年12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提醒友人警惕武汉肺炎。他因此和其他7名医护人员被警方传唤训诫，被中共央视扣上造谣者的帽子。中共在封口的同时一直编造谎言，宣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出现人传人现象，营造假象蒙蔽国人，导致疫情急剧扩散。中共在无法继续隐瞒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李文亮本人也在1月初被感染新冠病毒，2月6日晚9点半左右去世。据传，中共因惧怕李文亮之死引发反响，对已死亡的李文亮进行作秀式抢救，宣称李文亮是次日凌晨死亡的。李文亮死后，清华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告全国同胞书，谴责中共政府扼杀真相就是杀人，要求当局停止现行的维稳模式，保障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让你免于恐惧，而且是免于生命被剥夺。它是跟你自己和你的亲人的生命健康这些最底线的安全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大家终于有一次像排山倒海似的发声。此外，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知名作家张怡和、人权律师谢燕义等也联名发出一封告同胞书，指出新冠病毒的凶猛扩散是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又一次人祸。公开信感叹，如果水淹到每个人的脖子了还不敢大声说话，那么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艾晓明等呼吁当局开放媒体报道和网络言论，释放所有良心犯、政治犯，进行全面反思和变革。